中央社记者尤凯翔，台北四日电共军昨天发布影片，片中出现台北101大楼等地标。国防部今天不遑多让，也自制影片阐述国军坚强战力，并表示，或许我们会在除夕团圆桌上缺席，但我们守护国人的承诺永不缺席。中共解放军空降兵部队官方微信我们的天空，昨天在微博发布新歌《我的战鹰绕住宝岛飞》，歌词走柔和乐曲风，出现我的战鹰绕住宝岛飞，捎来故乡的思念，轻声唤你归等句子，片中也出现101大楼等画面。国防部则不遑多让，也在国防部脸书粉丝团国防部发言人上传由军事新闻通讯社拍摄简介的影片，阐述国军今年以来多场次的演习内容，同时也秀肌肉展现坚强战力，并表示，或许我们会在除夕团圆桌上缺席，但我们守护国人的承诺永不缺席。国防部指出，面对敌情的威胁，更加坚定国军守护自由民主、捍卫中华民国的永续发展、维持台海和平及区域稳定的决心，更是全体国军官兵共同努力的核心价值。针对当前局势的变化，国防部也引用总统蔡英文的三个不变，分别是国军守护每一寸国土的决心不变，国军强化战力的努力不变，走向国防自主的决心不变。国防部最后说，谢谢国人一年来的支持，春节战备不打烊，全体官兵将在各自岗位上持续守护国人安全，并祝福国人新春愉快，诸事大吉，平安顺心。编辑：苏志宗，108万0204。